主料豆干250克剁椒100克辅料油葱准备时间10分钟内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准备豆干将豆干切成条码盘准备剁椒将剁椒码在豆干上上锅蒸10分钟锅中适量油油约后淋在剁椒上撒上香葱即可烹饪技巧这种豆干本身有少量盐味剁椒也是咸的如果觉得盐味淡可以放适量生抽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